什么输出像这样子，结果啊，九九乘法表按下去，自动帮我输出在这个范围里面。那基本上哈，就是 for I 跟 for J 嘛哈，那前面都做过了哈，只是说这个 sales IJ 里面到底要给什么样的公式？那我想哈，这个应该前面有做过类似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哈。基本上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 sales IJ 后面等于哈。如果是清除就是空字串嘛，啊，如果是要输出这个九九乘法表的话，那首先当然是输出什么？输出先蓝，哈，先蓝，蓝放前面，所以前面这边的话应该就是用追。那用追的话呢，可是问题是追预设值是从2开始，所以必须把它减一，减一之后呢串接一个 X， 所以这个地方啊，特别注意就串接。那它跟那个在Excel 里面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 and 前后有没有差别？是前后一定要加空白，好，那所以串接一个 x， 再串什么呢？串后面这个一，这个一的话呢，它是用 i 来表示，那 i 的话呢，从2开始，所以把它减掉，所以 i 减2，再串接一个等号，哦，等号，那最后的话再串接一个两个相乘的结果，所以是 j 减一。刮弧乘上 i 减一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可以把它输出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输出，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哈。那再来的话，清除哈，清除的方式呢，你可以用上面这个方法啊，或者是说呢下面这个方法，两种方法都 OK。清除的话哈，如果你是把上面的公式贴下来，把里面哈后面的公式呢改为空字串。这个时候空字就塞过去，就是里面没东西了哈，把后面这一串改成空字串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做清除。OK， 不过哈，特别注意哦，上面的这种清除啊，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清除，那它的效率当然哈，如果比起来的话，绝对不会比底下的来得快，因为底下是先给一个范围，再清除，清除的话是一次性的。不过哈，其实说真的，你小范围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相差的那个秒数根本毫无感觉，除非说你那个范围非常大，就会有感觉啦。我理论上因为现在这个电脑的速度啊，已经快到一个程度了，所以基本上好像两种写法都差。不过至少你要了解啦，以后的话建议哈，比较好的方案还是下面这种啊。那下面这种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打一个 range。用 range 来取代一个回圈的范围，所以是从 B2 一直到多少呢？ B2 到 J10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 B2 到 J10， 后面的话呢加上一个点，点下去你会发现 range 的好处是，它虽然有刮弧，但是还是会有提示哦。可是 sales 就不会，序词也不会，好，这个是还蛮奇怪的地方啊，它设计的，那你 clean 打一个 clear 哈，不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要用 clear， 因为 clear 会把框线格式全部都清除，它是包含，它的内容、它的格式，甚至它的注解，反正全部都清空。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问题。我们如果只是需要清除里面内容的话，那记得用 clear contents， 好，这样子 OK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执行。然后再清除，好，两种其实说真的，这个范围里面是完全感觉不出那个到底谁快谁慢，因为都太快了哈。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呢希望能够被三整除的列，能够被三整除的，这个好像颜色太浅了，把它改一下，改成白色好了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哈。好，自己改成白色，好，也就是说呢。如果你那个能够被三整除，一说，三六九列了哈，也就我们主要是针对列号好了，三列、六列、九列，当它输出的时候，顺便帮我把那个列哈列号部分，那列号哈，怎么样知道说它能够被三整除？这个特别注意啊，你当然在回圈跑的时候，里面记得要多加一个 if， 逻辑判断。if 什么呢？列号，列的话就 i 嘛，哈。如果 i， 记得，
因为地爷这边是根据这个四，有没有？我们是二到十嘛，所以跟原来列号会相差一，所以记得把 i 减掉一。然后呢，我怎么知道说它能够被三整除？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在 VBA 里面哦，有一个运算值叫做 mod。这个 mod 是什么呢？就是求余数。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数字 mod 三等于零的话，这个叙述哈、哦、表示说什么呢？它的列除以三能够被整除，那意思是说什么？这个就是说，哎，三六九就是有没有？就是能够整除的话，一定只有三六九这几个。Then 做什么呢？加上它的颜色。那颜色部分前面讲过了啊，就是它的底色啊，底色应该知道吧？就有一个叫做 Intel Color， Intel 点 Color 等于黄色 ，RGB 什么255550 OK， 好，所以哦，写出来程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大概有概念之后哈、哦，这个程式呢就是这一段了，其他都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把上面的程式复制贴下来，改哪里 ？If i 减掉一有没有？也就是说呢，把 i 因为它列号跟我们列号相差一，所以减一 ，mod 三等于零，就这样子。也就是说哈、哦。能够被三整除的，那当然，如果将来哈你有什么可以整除的啊，做什么事的话，那 then 做什么？做那个，诶，就是加底色的部分哈，把它改一下。那我们加底色的话，就 Intel Color 这个做过。那另外把字的颜色改成红色，就这两行，好，底色字的颜色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再把里面的值公式丢上去，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我们是把上面这一串外面再包一下，哦，反之就是不是上面的就做原来的事情，少什么？少这两行就对了，少这一行跟这一行，有没有？整除才加上底色跟字的颜色，然后并且把结果放过去。反之就跟上面一样 ，and if， 好，那这样的话做完之后的话，哎，基本上哦，跑出来的结果就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，清楚格式加上去 ，OK， 好，这里我想，那再来的话就是，哎，这一个部分我看一下，云端是不是没有放这个我们的那个程式的部分好像没有哦，所以等一下我把它贴上去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哦，请各位试一下。就是九九乘法表清除，然后再来就是能够被三整除的哦，就是列号能够被三整除的，哦，那把这个部分呢、哦、试一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、哦。